二年级数学活动本第115到122页。五，时间与时刻，活动一，钟念。A，过了多少分钟？填一填。过了25分钟。过了40分钟。过了35分钟。第一，画一画。涂一涂，10分钟，40分钟，活动二，认识时刻。A，连一连，10、10、25分，60半。41克，12、10，13克，75分。B，填一填，读作11、10、10分。读作20、45分，读作80、20分。七，写出以下时刻：10、50分，11、10，30、25分。80、20分，10、10、40分。一，画出时针和分针。20、90、05分，10、20、15分。40、55分，50、50分，60、35分。活动三，记录时刻，写出一级棒生活营各项节目开始的时刻。全体集合。80、30分，玩游戏90、20分，唱歌10、10、45分，学做寿司11、10、55分，午餐10、10、15分，做手工。30、35分，大合照40、40分，结束50、30分。活动四，1小时和1天。A 写一写。过了60分钟或1小时，过了2小时或120分钟，过了24小时或1天。B 填一填，1小时等于60分钟。半小时等于30分钟，2小时等于120分钟，1天等于24小时，半天等于12小时，
二天等于48小时。活动五，解决问题。现在是6:25，我的手表显示6:35，稳蒂的手表比真正的时间快了还是慢了？相差多少分钟？答：快了10分钟。英德拉用了2分钟装满小盆水，他要装满大盆水，预测他需用多少分钟？答：4分钟。一步一步来。 A， 哪个钟面显示正确的时刻？画勾。7:25。11:55。B， 写出以下时刻。9:30。10:10。4:25。更上一层楼。 A， 为以下钟面画上时针和分针。8:05的15分钟后，5:20的1小时后。B， 填一填。吃饭大约需要25分钟。一天的上课时间大约是5小时。洗澡大约需要10分钟。C， 两人一组，轮流记录以下活动的时刻，然后做比较。吃一盘饭，开始时刻是12:00，结束时刻是12:25。时间是25分钟。从教室走到食堂，开始时刻是10:00，结束时刻是10:10。时间是10分钟。